大家好，我们是 KAO。今天呢，我们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呢？建轩，因为我们创台。耶！你干吧！我问的是卷卷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把原本的收币热台给干掉。这么野心？你为什么一定要插嘴在讲话？不要乱打蚊子，蚊子是生命。那之前收币娱乐台呢？因为主持人太忙了，加上那个主持人太头发太怎么样？太老了，他要退休了，要由我们来接待。所以你们今天就是要来踢馆外加成立新的帮派就对了。对，我们已经成立了，就 KAO 嘛，就我们三个。向文是老大，他是老二。而且他今天跟主持人穿一模颜色。一模一模一样的颜色。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做 KAO， 我是 K， 他是 A， 他是 O 嘛。进入下一个环节，待会呢会给你们300块、200块、100块的经费，让你们去买这些材料，我们就由抽签来决定啦。签筒请上，我先。你眼睛全部拿走，你先帮我做。好，现在好利手，先拿起来，先拿起来。先给你们第一次机会，谁想跟谁换？我要跟蠢蠢换，我爱蠢蠢。不要，我不爱你。走心，下午走心。那我要跟艾利克换。我不要。那我说我可以跟你换吗？好，蠢蠢，你要跟他换吗？你要跟我换，我就代表不爱你。那他一定不要跟你换了，那就不要换了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吧，我们就从蠢蠢开好了。好、啊。蠢蠢拿到多少？200。那向文。我拿到100哎！你看，就跟你说要换。好，那 Eric 就是200啦。OK， 好 ，Eric 就200啦。300，叫我最多的。OK， 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购买材料的环节。跳下换场景，跳下换场景。我不要。现在来到909的门口啦。你们刚刚谁是抽到多少的？我300啊，全全100啊，对啊，这个200啊。明明不是这样，是多少？300啊，那他100啊。有想法了吗？等一下做什么？我没有想法。我最喜欢你们没想法了，走吧 ，Go。鬼灭之刃。有什么战略吗？剩下的买饼干回去吃。10块而已啊，我们要买好几个。对啊，老师我们找好了。哎，我们好了。真的找不到的话，再来用这个。是我现在就是要拿来用的。基底。基底，你看这个都已经有现成的，而且才19块而已，它送的。好，哎，给我找到 K 了，看这样子。大家知道抖音的标志吗？知道旁边不是有蓝红的那个吗？就是这个人那个。所以我就想要拿一个黑色的，然后就是做，因为我是就黑嘛，一起黑，就这样。怎么样？选择障碍？对，是一堆。但我救命！那就这个还不错哦，很有创意耶，很棒哎。耶！ Yeah! 今天呢，我们买完了。Eric， 你买了什么？3张TV板，然后一个是纸，然后3个笔，泡面胶、双面胶。下午你买了什么？可以很明显的比对出100块跟300块差，就2张纸。OK， 我只买这样子而已。OK， 好的，期待你待会的表现。来，全全你买什么？我买了存钱筒，又买了星星，对不对 ？OK， 星星打算干嘛？一闪亮晶晶，这个是要拿来装在我的页上面的，所以就是要分我，因为我没有消夫的。那我们就哦，你真的打到我了。开始制作吧 ，Go Go， 你们只能做15分钟哦，快点，做15分钟，对。简单。哎呦，等一下！我非常好奇他们可以做出什么。我要来。我也非常好奇我到底可以做出什么。可以干嘛？你让我先剪完好不好？因为我要贴上去。啊，我快剪好了。你看还有没有一个剪刀啊？这样来。不回头。他剪刀没多少钱，你不是有经费吗？干嘛不买？老师说有剪刀的，老师说有胶水，有剪刀，有笔。对嘛？然后在结账的时候就说都没有。因为是上一届主持人故意的。对啊。让你们做成功，这是阴谋，没有多少钱。不买多一点，你很多钱。好，我怎么会知道的？我这样子，我都没有办法剪完。俊群，你帮我剪。啊，我算没有剪。啊 ，OK 了。哦，没。我应该也买地球鱼的。我改名了，我叫。哦。不要弄美工刀的，这个爆炸时刻搞死我！这个第一次发飙，
我不会发飙。那你可以快崩溃了，你帮他上特效，砰，后面都是火。那我们来复习第一。来、啊，各位，社会有 A 的，告诉你，好，来，替你上课。你知道哥伦布发现什么东西吗？新大陆。那、啊、新大陆在哪里？我记得是。他不是原本以为那是印度？对啊，还有个。你找不到这边嘛，对不对？这边对嘛，新大陆嘛。然后那时候哥伦布以为他发现的是印度，其实那是错的。他以为印第安人不是那个。对，那就只是那边的原住民而已。所以啊，你听完这一段社会绝对掉皮。我在讲什么？哦，又剪刀了。哦，终于。哎、欸，这很好剪哎。那我用什么？剩八分。剩八分了哦。武功不太适合我。好好跳舞就好。老师 ，please， 可以再加个五分钟吗？五分钟啦，现在是怎样？啊，我的那个东西怎么不见了？哦，不是啊，你把它拿走。没有拿走啊，乱讲话，在这里啊。你在剪刀？不是。那不然你要什么？我刚刚粘的那一条怎么不见了？艾利克日常发。艾利克完全不适合做美工，先体验。哦。哎，可能喷发自己好什么啊？手手拿起来啊！不是，不是手拿起来啦！你为什么反手拿起来啊？哦，来剪一个嘛！哦，这一分钟。啊！你看我做好了，各位啊，真的不是我乱讲，美工真的是我的专长，美工不太适合我，美工不太适合我。嗯，不要啦！黑哥的 AI 秒，快点，30秒，你已经等了15分钟了，群主。30秒，剩30秒哦，那我也快好了。10、9，他粘到下面了。6、5，耶，好赞哦，好赞哦，太棒了。而且我还把它组成一对称。来，我们来摆下 KAO 嘛，来 ，Happy 哥讲解一下你的 A 的设计理念。这哪有理念啊？就是三个。我的 K 这把叶剪掉，然后再把长条修一修，看，太简单了吧？超正的。这三个看我就代表我们三个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明日之星有没有？有哎。真霸！到我了，真霸！我们要收尾了，那欢迎各位粉丝呢来投票，看谁的。作品最漂亮，不用投我的。然后最烂的呢，我一底下200，下次做给你看。那还是投我好了，你不要投他，做这么烂，对不对？这个跟这个哪个比较好？我觉得立卡好一点。真的假的？那我输了，那还是不要200给你真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节目今天到乱立是结束。好，我们要去彩排了。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哎，这里是 KAO 娱乐台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